我真的长得很丑，从小我妈就很担心我讨不到老婆，所以很小的时候就找那个算命的来算。他说，算命的跟他说，你放心，因为我是独子嘛，他说你放心，你儿子会娶三个老婆。我结过两次婚，生了三个小孩。租一辆自行车，然后租房子，啊，一家要吃饭，然后注册，那压力很大。说我曾经跟小孩子在床底下只找到10块钱，虽然很难过，但是还是很开心呢、啊。千古节省之路嘛，10块钱你可以买泡面，没有办法加蛋而已、啊，但是还是吃得很开心。以前都是14个小时、15个小时起跳。我曾经有过3次，我跑到我站也没办法站，我坐也没办法坐，我连躺都没办法躺，我是用爬着爬进去中医的，我是用跳着跳出来的，因为太痛了。那这是给你的力量，当你越穷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反而越大。黄昏的地平线，你碰到瓶颈的时候啊，不管快乐或者悲伤的时候都有歌。我爸爸死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首新歌，那个歌让我哭了3天3夜。立秋那一家你练，其实唱歌真的很好，舒压。然后你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所以我现在开车，只要在路上人多的地方，忠孝复兴路口。啊，人多的地方我就会想要唱，然后喜欢路人跟你比赞啊、拍手的那种感觉，真好。唱歌。加棒的意思。Can you sing a song？ 人生不可以没有麦克风。人生不可以没有麦克风，什么都可以没有，你没有爱情，没有老婆，但你的声音要让大家听见啊。唱一首。啊，给爆了。